授奖人员，颁发优秀后备干部，由中心、中瑞府以上人员各部班后备之人荣誉欢迎。颁发各类工作绩优干部：黄振明、廖国志、杨锦尧、蔡文清、刘庆华、吴宪山、李三生、赖怡宁、卢丽华。以上人员各部班后备军人荣誉欢迎。陈世兰、叶大明、陈甘宁、吕继荣。以上人员各部班司令部纪念张礼培。颁发后备眷属楷模。